榴莲，看看几房肉，我儿子迫不及待了，想吃榴莲，我开开，看看，哎呦，里面好不好啊？哎呀，看看这个榴莲好不好？好，好是吧？看看，150买的，看看值不值啊？看看里面有，值，值不值？值。这个榴莲好吧？啊，这个榴莲挺好的。这个榴莲好。哦，这个榴莲好。这两房肉的一盘了。啊、哦，这房还有这房。爸爸。啊，行行。马上啊，别说话啊。哎，哎呀，看看咱们有多少啊？多少？哎呀，看看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大不大，儿子？大，大是吧？哦，你看看这个大不大？你看看，大，大榴莲好大呀！你看五房肉，五房肉啊，拆完了，没了，完了这个，咱们开始吃，行不行？妈妈，来给你吃一口啊。哎，好嘞，妈妈，不客气，儿子。我家儿子2岁半了。这也太爽了。哎呀，太爽了，太好吃了，我再吃一个啊。一个太好了，真好吃。谢谢。